区的这一席，那我未来
不管这个选举的过程如何，未来我绝对会做好我们六乡镇的一个服务，会把我们六乡镇该争取的这个经费争取回来，会做个全方位的立法委员，为我们的乡亲来发声，为我们的故乡来争取经费。再次的感谢所有的乡亲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感谢您有力支持，谢谢。让我整个的这个竞选总部的整个这个场面慢慢的热络起来哈。当然更要感谢我们马总统及我们吴院长哈，在这段时间来持续不断的一个关注。那当然最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卓县长啊，我们的邵主委以及我们的这个谢世谷议长，这一段路来陪我这样一路走过来，真的很感谢这些长官们的一个陪伴。当然这中间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基层的这个乡亲哦，跟咱第一代人跩哈啊好朋友，因为呢足多人是做苦力，也够实在啦，默默的在帮我。我在这边真的都用很感恩的心情来谢谢他们。那未来我真的会好好的把大家对我的好，好好的来把我立委的角色扮演好，为地方的民众来发声，为地方来做争取，好好的把立委的职务做好，来报答我所有的乡亲。谢谢所有的乡亲，谢谢。我们的乡亲平常他都有在看我们这些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在做事情。我想平常的耕耘是很重要，当然最要感谢是熊甘心的拽我们基层的乡亲们，真的包括我们的代票，包括我们的志工，非常多的乡亲民众一起来帮忙，然后透过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大家修修修实在龙到优品哦，我们才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，一样的险胜哦。那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的乡亲，那当然也表示我们选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哦，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过去。现在的民众不是500块、1000块可以买得成的哈，我想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。当然，政府部门对于打击贿选的部分也真的非常的用心，才有我这个部分的出现这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立法委员，我会更加的珍惜，会更加的用民众的角色，跟民众的那个来做好我的一些选民服务。我想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成长啊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再次辛苦了啊，记者大哥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
哦，第二个男的，